截至2022年1月20日16时，丰台区玉泉营街道万柳园小区近14天累计报告3例本土确诊病例。房山区长阳镇北广营城大街8号近14天累计报告3例本土确诊病例。经市疾控中心评估，按照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风险分级标准，本市自即日起将丰台区玉泉营街道万柳园小区和房山区长阳镇北广营城大街8号定为中风险地区。截至目前，北京市共有中风险地区2个，为丰台区玉泉营街道万柳园小区和房山区长阳镇北广营城大街8号，全市其他地区均为低风险地区。